龟山乡的花运动总重量是4484的塔位，到目前为止已经存放2828的位置，存放率是有63%。在咱龟山乡代表会日前召开的时阵，是特别含工作人员做会到花运动，视察到环境的改善，都是讨论到增设塔位的可行性。梅山鄉民代表會交梅山鄉公所今日上午落村来到位置大南村的怀恩堂。怀恩堂目前有4484个塔位容量，到今年为止统计有存放了2828个塔位，存放率大概63%。今天来到怀恩堂主要就是要讨论如何改善周遭环境，还有增加塔位。啊，咱今日是咱啊代表会吼，啊摆议程就是来看这个咱的梅山乡的纳古塔吼。啊，咱纳古塔伫这个啊大草埔遮吼，咱的啊总共有4484位吼。啊，目前呢，咱的所藏的这个啊比例是2828位吼。啊，大概63%的这个啊这个容量吼啊。因为这个咱这个老古塔周边哦，最近因为这个啊树木甲这个啊草啊吼，拢非常的啊这个啊这个不好吼啊，所以呢，咱今日代表的啊最主要来遮，就是要来改善咱这个老古塔周边这个啊环境哦，啊那嘛讲哦，甲内面的这个塔位啊中心吼，门这个名牌吼啊有特色的所在。咱拢重新过来做哦，这个名牌做好是统一吼，啊，让咱这个啊纳古塔，让咱的乡亲哦，对咱这个纳古塔较有信心啊。以后啊，免提到高去，咱梅山这个啊纳古塔的位置嘛，非常好，环境嘛，啊，未来会愈来愈好啊。希望啊乡亲以后多多利用咱梅山乡这个纳古塔吼。100梅山鄉鄉長林俊某表示，在最近五年來，懷恩堂已經有進行了很多硬體設施的改善，廣場頭前空間已經改建成停車場，還有步道樓梯、厝頂加起防止涉水等等，未來還會在一二樓加裝窗簾，防止因為受到日頭的強照，以后设施、名牌、特色来损坏去，同时也会阁进一步改善环境采光，让整体是更加明亮。细心新闻整理成梅山乡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